事情是这样子的，前阵子我刷 TikTok 时，发现到有好几位超级好看的小哥哥以其他韩团成员拍摄 challenge 视频，带着好奇的心情，我便顺藤摸瓜的找出了这几位帅哥的背景，才发现他们都来自于同一组男团 Nowadays。细想一下 ，Cube 娱乐好像很久没有推出过全新男团了，上一组出道的男团已经是多年前的 Pentagon。Pentagon 本是一组多么优秀的男团，多才多艺、有颜有身材的成员，还有如此多的代表歌曲，应该值得更好的发展。现在 Cube 娱乐旗下好像只剩下四组偶像团体，除了刚刚提到的 Pentagon， 还有现在已经登顶的 G IDOL， 值得被更多人关注的女团 LISM， 以及接下来想和大家聊聊 Cube 新晋偶像男团 Nowadays。2024年4月2日 ，Cube 娱乐旗下五人男团 Nowadays 正式出道。Nowadays 的名字蕴含着让大众和粉丝对现在或节日产生好奇，他的名字也可以解读为 Now 什么什么 Day， 例如 Now a different days， Now a fine days 等等，为未来共同创造属于大家的特别日子，提供特别回忆的大胆野心。当然，也有网友小称，这个团名也可以解读为 No War Days。没有我的日子。我对于这组男团的初印象就是这五位小哥哥站在一起真的是特别养眼，而且无论是身高还是外观都很和谐，每一名成员都帅得各有特色，而且辨识度都很高。炫兵，저는 Nowadays 의 현빈입니다。他的出道之路极为坎坷，在2017年炫兵进入了 Source Music， 2019年他以 Source Music 练习生的身份参加了 Mnet Produce X101， 他的 No More Dream 和 Move 的舞台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可惜最终止步于第30名，之后 Source Music 被收购了，新男团的计划也随之取消，练习生也跟着解散。同年炫兵进入了 KOZ 娱乐，2020年他进入了 WM 娱乐，奈何公司最终也被收购，他的练习生合约终止。直到2022年炫兵进入了 Cube 娱乐，在经过多方辗转之后，所幸我们帅气的小猴子最终顺利出道了。炫兵在比赛中展现了他的实力，他是 Nowadays 的领唱兼副 rap， 也是团队的队长，可以说是六边形战士，而且还会用钢琴进行创作。只是有时候在团体中他是游戏黑洞。炫兵的外表也非常的有辨识度，那一双迷人深邃的眼睛绝对会让人留下深刻印象。润 Nowadays 윤입니다。Nowadays 的主唱担当，他的高音相当的扎实与稳定，是 Nowadays 歌曲中的亮点之一。润进行了五次 MBTI 测验，结果每次都是 ENFP。 他的性格是属于比较外向型，在很多的综艺都能看到他是负责制造效果的小哥哥。他的眼角有颗痣，是一位看上去酷酷的却是一位可可爱爱的小哥哥。他连睡觉也会撒娇和笑，润呆萌的样子总会激起团员们的保护欲，因此他也被誉为是 Nowadays 的伪忙内。软语，안녕하세요 Nowadays 의 연우입니다。 Nowadays 的主舞兼副唱，在 Cube 练习时长长达六年。软语在出道前参与过妻子我从来没有这么爱过你的特别影片，而他也是团体中唯一的 I 人，在团员们疯狂输出时，软语就会变成安静的美男子。其实我认为软语也是团体中的门面担当之一，他的五官相当的立体好看，肉肉的脸蛋也很可爱，我觉得他有一种混血儿的 feel。 软语笑起来也非常的疗愈，他说话时略带沙哑的声线也很迷人。저명은시간은금이다，뭔가시간을허투루쓰는것을별로좋아하지않고。平时看起来斯斯文文的软语，跳起舞来爆发力确实十足，不愧是团体中的主舞担当。郑赫 Nowadays 是秦勇입니다。 Nowadays 的主 rap 和主舞与诗润共同为团体中的 rap line 忙内，他是跆拳道选手出身，在出道前郑赫陈宇辉一同合作 Copular， 两人也曾同他演出，出道前的郑赫就有非常稳健的台风。 I wanna smash it, so it's all good, but do you wanna be, do you wanna be
不仅如此，郑赫也曾经在小军的 solo 歌曲 BAM BAM 中亮相，你有发现到吗？郑赫的长相非常的酷帅，诗论说他长得有一点像宝可梦的天然鸟，我去看了一眼，还真的有点像。不过说到诗论，你知道郑赫最喜欢的人是谁吗？좋아하는거꽤많은데요음식여행가기바다보기빗소리꾸미기공포영화그리고저희 Now or Days 멤버시윤이看似非常稳重的郑赫，紧张到忘词时还蛮可爱的，这反差萌瞬间就 get 到他了。诗润 Nowadays 的诗润입니다 Nowadays 的领 rap 门面和忙内团体造中的 C 位担当，我觉得诗润的样子特别的秀气，应该非常适合古装扮相。诗润特别能驾驭各种亮色发色，而且还有相当诱人的腹肌，不愧是公认的团体门面。在看似霸道的外表下，实际上是一个爱嘟囔的大男孩。你知道诗润最喜欢的人是谁吗？제가좋아하는것은치킨과저희 Nowadays 멤버인진혁이인데요哟，这忙内 CP 还蛮好磕的。值得一提的是，郑赫和诗润也参与了 Nowadays 的歌曲创作部分。接着我想和大家推荐 Nowadays 的歌曲，相信他们的出道主打 Woo Wee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嘻哈元素强烈的风格非常的带感。接着我想特别推荐他们的 Ticket， 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歌曲中大大展现了锤门的音色，无论是高音段落还是 rap 段落都分配得相当均匀，让每一名成员都能展现出他们自己的魅力。而且这首歌曲的 MV 也远赴英国拍摄，美丽的景色加上锤门好看的脸蛋，是一部看了让人心旷神怡的 MV。从出道至今 ，Nowadays 五名成员的颜值都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到处都能看到大众对他们颜值的赞赏。实力方面，无论是 vocal line 还是 rap line， 都在歌曲中各司其职，是一组实力相当平均的男团。之前他们有一部特别出圈的视频，是 cover 各大 K-pop 团体的热门歌曲，从中就能看出成员潜在的能量和爆发力，各种类型的舞蹈都能驾驭自如。而且这整齐划一的刀群舞真的是非常好看。加上公司目前投入给他们资源都还不错，无论是 MV 的品质还是团综，都能看得出其投入的用心。希望 Nowadays 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在这个男团不断崛起的 K-pop 界取得一席之地。